只通知点点。装备不错，那必须的，出来混怎么能没不带装备呢，是吗？主播好漂亮。好的，我们说一次就行了，说多了我就觉得你是在哄我，你是在骗我。还没有点关注的记得在这里打一个性感的小哥哥，然后手机用户在我头像这里啊，左上角打一个小哥哥啊，不是小夜猫了就要把猫耳朵取掉。什么颜色？什么颜色？菠萝是黄的，我是粉的，看不出来吗？我是粉的。好嘞，垫了多少？这个没法跟你解释，你们看到的可能是假的，我全身上下都是假的，我是个组装人，喜欢看组装人的就把直播室通知勾起来啊。大家把这里勾一下，然后有新的宝宝们记得把星星点一点。165颗了，我可以点上200颗吗？点上200颗我就是大主播了好吗？啊，跳火车头你会跳吗？我不会啊，火车类的东西我都不会，拖拉机我也不会，我只会开车，只会骑自行车。行吧，点个关注了。你们点关注的前提是要身体好哦，好不好？点关注的前提是要身体好。好了，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第三个舞蹈了啊。你们有想看的舞，身体不好就怎么了？身体不好你关注了我你就扛不住的。然后想看的舞扣在公屏上好吗？菠萝，后面是菠萝，想看的舞就扣在公屏上啊。
함께 놀았어. 잊어버렸어 뭘 어쩌겠어. 왜 내가 전화 찾았어. 네가 버린 내 맘 공허해. 버려져 텅 빈 거리 같아. Hello, 来，欢迎我们所有走进九九二的好大哥们、好大姐们啊！燃爆星星就在这里，大家好，我是跳舞主播菠萝妹，喜欢我的请点点关注好吗？谢谢。谢谢飞扬的做朋友，谢谢。哟呵，这个名字怎么念？要怎么念？孤大黑，怎么念？漂亮，漂亮是吗？有点大。呵呵，好嘞，喜欢菠萝妹的就把菠萝妹的关注点一点。我家住在黄土高坡，大风从坡上刮过，风老大了。把关注点点，电脑用户在这里点个关注，然后手机用户在我头像旁边名字旁边可以点个加号，点个桃心，点一下就够了哦。然后你们手里有心的记得点点心，给菠萝妹点一下，谢谢。继续哦。对呀、啊、你身材好好啊，谢谢。我是属于丰满型，我是属于丰满型的女人，就是前面有后面也有，就是典型的女人身材的那种微胖型。还好，对，一个美女要经得起微胖的考验是吗？家里风比较大，家里的风比较大，对。好啦，还没有点关注的记得点一下关注啊，点完关注了之后你可真自信。对啊，必须要自信啊，不然我自卑还上来给你们跳舞吗？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漂亮性感。在哪个城市啊？我在长沙，湖南长沙，吃辣椒的那个地方啊，特别辣。好了，给接下来给大家带来就是第几个舞，这是第几个舞了？第四个舞了是吧？要跳第四个舞了。我刚刚说你们把想看的舞扣在公屏上，现在还有吗？还有想看的舞吗？ I'm in love。 看你这句话关注了哪句话。你们不怕辣吗？痒，想看痒吗？痒下次换身衣服来跳吧，好吧。胸围多少啊主播？麻烦你自己目测。好了，接下来跳个 Sincera 吧，好吧。还是说跳个性感，先跳 Sincera 吧，好吧。把关注点点，老铁们。
Don't waste your time. TikTok, spend eternity on these wheels of light. Take a trip to Nirvana. Let's live it.让我来稍微缓一下，跳完一个激烈的舞，让我稍微缓一下，我们再来跳后面那个舞好吗？性感的菠萝妹，对，性感是常态，偶尔卖个萌什么的，偶尔卖个萌装个可爱什么的。那个还没有点那个关注的，记得点个关注好吗？电脑用户在这里打一个性感的小哥哥，然后手机用户呢，在我头像旁边有那个关注的字样，点一下好吗？休息一下。I got you, I got you。 虽然是个以瘦为美的时代，是不是？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这样也挺好的。该有的都有，陈乔恩，有人说我像陈乔恩吗？很多人，但是陈乔恩是第一个，你是第一个说我像他的。很多人说我像什么钟丽缇、王鸥、马苏，还有一些其他人。对，你是第一个说像陈乔恩的。喜欢的类型，我不是很胖啦，就是真的只能用丰满来形容好吗？镜头会把人拉宽，懂吗？哪些明星不认识？都认识这个女的，不知道，确实像苍老师是吗？像老师是吗？好嘞，像你们老师也是让你们找到了亲切感是吗？还没毕业。好了，接下来给大家跳一个跳一个性感一点的吧，好吧，给大家跳一个性感点的。喜欢菠萝妹的还没有勾直播时通知的，记得给我勾个直播时通知哦。我的麦序时间不多了，还剩三分多钟啊，麦序时间不多了。如果还想跟我继续唠唠嗑，还有什么想问的问题的话，记得点关注，我们自己回去再唠好吧。对，把我们麦序上的通知都点一点啊。好了，接下来给大家带来最后一个舞了哈，给大家带来最后一个舞了。如果我待会儿跳着跳着就下去了的话，你们就像女人什么鬼啊？你这逻辑没毛病啊，老铁。
Go straight to number 1.